下午好。背景噪音太大了。还在上面空调。说范老师这个点很困，咋回事？喝点茶。喝点茶。喝点茶就提神，但是你中午要睡习惯了，确实到这钟点不睡又难受，但是人就是习惯，人就是习惯，人千万不能养成不好的习惯。嗯，下午好，一言难行老师。因为你养成这不好的习惯，你中午不睡确实难受，就跟有的人似的说话带口头语，不会带口头，不会说。嗯，但是养成那种坏习惯，那可不是吗？嗯，包括有人说话口吃，你养成那种坏习惯，你说话就口吃。嗯。对，我们两个号啊，大鲨鱼老师，啥时候来西安？西安好像下半年还会有，说陶瓷文样推荐什么书？就是耿宝昌那本书，他都有，画着文样画的挺详细的。明清瓷器鉴定这本书啊，那本书讲的挺详细的，嗯。其他好东西也可以看看车里。嗯，我们的车里现在有，您可以先翻阅一下。啊，全是好东西。没有 W 以下的啊、哦，没有 W 以下。去年在大连见过范老师。啊，去年大连，我们大连鉴宝吧。嗯，那今年应该不去大连了。对，就这个时候去的。嗯，张红老师主要是做鉴定钱币的，那非常有水平啊。是吧？说泛白论剑，你俩单干吧。那为什么呀？人家给咱捧咱们，即使有成绩，也不能单干呀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挨着干。嗯，为什么要单干？高考报考什么样的专业，只能学习古玩。有很多呀，什么文博专业，什么那个什么，对，反正一般的文博专业，你什么鉴定啊，等一下拍吗？不拍的话拍一会儿再小号拍啊。老师费用能不能打折？鉴定费用吗？最好啊，您就找其他老师鉴定，因为本人对于我来说，我不愿意给鉴定，因为鉴定是得罪人的事儿。说心里话，我们喜欢维护一个人，不愿意伤害一个人，所以您如果说有其他的渠道，找其他老师鉴定，先找其他老师鉴定，我是不愿意做鉴定。嗯，报我们专业吧，范老师下一学期要来上课。那个老胡他那个。嗯，可能在大学里边教书吧，然后他那个下学期的专业有个人报名字就叫范海洋的，发给我看，说范老师下学期要来我们这上课啊。为什么这名字叫范海洋？就哎字儿啥的都是一样的。哦，那可以，我可以过去学习学习啊。也其实我觉得有时间确实可以学习啊，包括这个超出我古玩范围之内的。啊，学生通名，
包括我管反馈制呢，其实我觉得还是真是学无止境，包括学一些方方面面的，觉得挺好的。嗯，人就是不能脱离学习。那下次老胡上课点名的时候还得犹豫一下呢。推荐两本鉴定的书吧。我得忍住不笑，行。说范海洋同学，对，学海无涯。怎么去华山论剑现场？十五号承德你就可以去啊。十五号，直接去，然后到现场那儿再买票，不用提前预约。到现场都可以搞定。鉴定入门的是明清瓷器鉴定可以啊，明清瓷器鉴定。其实我倒建议我们藏友呢，在您不懂瓷器的情况先不要看书。因为你看书你看不懂，我们要先学习，新老拿实物，如果很多理论的东西会容易误导，因为很多理论东西你可能是就是也听不懂啊，就是说白了吧，很多事情闭门造车就不行，对吧？理论东西肯定有些，你看有的老先生。这个闭门造车收藏的一些东西一塌糊涂，说在我这儿说给他 pass 了，然后不服，你其实你不用去跟任何人老师较劲，你直接卖掉，对吧？你直接送拍卖公司，你能卖一高价，你包括元青花，人家那卖2.3亿，你卖2300万或者卖230万，卖完了把家的生活日子搞上去，给太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这是本事。那你跟人较劲什么呢？拍卖公司有没有说关门？你可以送拍去啊，任何事情看疗效，对吧？哪个号拍卖？就是小号叫关谷堂，对吧？说这个老师看不懂没关系，你可以去送拍卖公司，你能卖掉。你包括我们生活中也一样，我们生活中经常说你这东西好，你卖掉了吗？再说俗一点，你赚到钱了吗？对吧？你任何东西我们看结果或者看疗效。对吧？所以大家呢，就是说还是买两件好东西吧，不要有那个很浮躁的心理，说还想捡漏。如果你要现在脑子里天天存在捡漏，我觉得不好。对，市场是检验，说我这东西说不好或者不买，你去其他市场卖卖去，结果你卖了一圈还卖不掉，你自己也琢磨一下，为什么卖不掉。好，是吧？谢谢 W 老师。就是这样。说你觉得不对，我马上就有人卖掉，你得有一个自信。你包括说这件东西买完它不付款怎么样，我不付款无款，我明天接着卖，我可能还能卖高价呢，对吧？这就是这样。说你不要没关系，别人肯定还抢着要呢。你要你的货品一定你够自信。咸丰以后不烧了，对吧？就是说你的东西你一定要做到你的够自信。那漆什么时候开始烧不出漆红？
这一看没怎么听范老师讲课呀。国宝帮就误入歧途，看书看了一知半解，就下就买东西。下午好，小傻哥。季红，范老师不是说那个咸丰五年以后是吧，就烧不出季红了。咸丰以后烧不出来了。嗯。所以但是咸丰还是有一部分还是有的。嗯。斗彩怎么看？斗彩就是斗彩呀、啊，有什么啊？就是怎么看新老？哎呀，那就知识面太多了，可能你用一年、五年、十年时间要学习，啊，对吧？啊，就是你要看出它的胎体的这种干老，你要看它的釉面的这种包浆啊，或者你的器型的这种符合当日时期的这种造型，那就是太那个。慢慢学吧得啊，就是说可能很多人有一辈子，包括行里人有一辈子也都不一定能学会啊。兰州好像七月份吧，不是录播啊，两个一起播的，不是录播。就是我们可能理论你马上就知道了，然后但是你的眼力和经验那可能不容易学会，咱们实话实说啊。嗯，讲故事就嗯，好像民谣也完全是能烧祭红的吧。民谣，因为民谣它就不规范了啊，就说你比如写款，就说我们说这种小谣啊土谣啊版本，就是包括你看，为什么我们玩瓷器，我一再强调跟大家说，玩大窑口的，玩井的镇的，那你要玩小窑口的，他那种鉴定方法理论就不准确了，啊，就不准确了。山东可能还会去烟台。嗯，所以就说什么呢？我们鉴定一定是按照标准的东西来看。所以说你学也学不，那你说地方的窑口，就比如说老窑吧，老窑专业的人都弄不懂窑口，很多人，因为他五大民窑八大窑系，那窑厂上千个，你无法来考证和这个分析，包括地方窑口，对吧？灵，这个什么灵动窑啊，方向镇，咱们确实有时候你都没见到过。啊，所以说呢，它地方窑口很多。就地方窑口什么概念呀？就包括我的小时候，说这村里烧砖烧窑，那就是窑嘛。这村里为了盖房烧砖烧窑，那几乎那会儿啊，凡是三五个一个大村就会有一个窑厂，就是烧红砖头的。啊。就是三两个村就会有一个窑厂，因为当时我们说盖房那要烧砖，那基本上稍微三五个村就会有出现窑厂，对吧？那这种窑厂你说他们家烧的砖的尺寸大小，或者说他的砖的这种温度或者质量都是不一样的，那你无法去考证这个。哦，哎呀啊，这有一个老师真是也是属于比较执着的。嗯，他就是在那个后台问客服的时候，就问当时鉴定的一个元青花的一个釉面，说这什么青花还有爆金，他就问到底是哪个金。首先来说啊，嗯，因为我们助理包括我本人每天都特别忙，忙呢确实有些问题也没法回答，或者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啊也没必要回答，也就不回答了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客服这块工作量很大啊，所以呢我们认为有重点给回答啊，所以说你要叙述什么事直接说事儿啊，然后呢我们觉得回答就是因为每天都很忙嘛，
就他就问那个也说那个青花抱金是哪个金？抱金呢，实际上就是晶体的晶，啊，就是一个现象，抱金。晶体的晶。嗯。其实，就像刚才咱们那团友啊，您确实要想学习很认真，您最好有一时间来我工作室，然后作为我的小班的学生来学习一下，我会给您讲的更详细一些。嗯。对，弗兰克老师来咱们小号了吗？弗兰克老师说排队鉴宝大概得排多长时间？这个没必要去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一直在刷屏。你就15号承德啊，上课的话可以联系客服。鉴定联系客服啊，但鉴定是收费的。嗯，说我从碎片瓷片学起可以吗？可以，首先从碎片学是可以的啊，不是不可以。嗯，弗兰克老师说没去小号，最近没钱，看了心痒痒，不敢看，不敢看好东西。这一看就是有钱人低调，这一看就低调。没事，这个来我们直播间呢，戳着小红心，大家聊会儿天，只要开心就好，不一定说来这就买什么东西。他怕他控制不住自己，那就是这你一定有冲动的感觉。实际上有冲动的感觉就是你是一种兴奋感，是一种好事儿。就是我们人生活中啊，如果你要没有冲动感，没有兴奋感，那的简直说太苍茫了，活着就是人一定有一个冲动感啊，说我有点追求，所以我就个昨天我还说，我说人最痛苦的就是睁俩眼没事干，那特别痛苦。我用30个 W 搞收藏，应该搞点什么？就来两个小官窑就可以了，啊，来两个小官窑，自己学习把玩没问题。您这个价位买2-3个小官窑没问题的。小号名字就叫关谷堂，同步在直播，你们可以搜一下。拍的东西。没钱了，好出手吗？那你一定要买那个好出手的东西。感谢送的礼物。就是你出手的东西决定于你买的东西，就是你买的时候，那些都小众、不开门或者不好玩的，那你出手更难。就你买的时候是别人争抢的东西，当你出手依然是别人争抢的东西。就是说，你比如说你买一个啊金戒指。那可能你不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卖掉，那你买铜戒指你不要的时候可能别人也不要。就是说你买的东西当时是不是争抢的 OK， 然后你卖的时候也一样很争抢，你买的时候别人都不要，你图便宜买掉了，当你卖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。对，因为本来古玩就是小众，那么在这种小众中你要买大众，对吧？本来古玩就是一小众，没有几个人参与和读懂的，那你又买那个面太窄的，那你出手肯定很难出手啊。这么说大家能听懂吧？啊，对，你买那个贵的然后你卖出来也能贵，你当时就图便宜买的，当时你卖的时候跟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做法都是一样。就跟我说，你说你请客时候那龙虾没有剩下的时候，而且还尽管很多人吃海鲜过敏，桌子上龙虾没有剩下的，因为你反正觉得好吃，别人也觉得好吃。你觉得人不好的东西，其实别人也觉得是不好。
对，宁可过敏也得吃，好多不能剩下。嗯，是吧？所以你未曾卖东西，你先想想怎么买东西。我那个三年，说老师可以回答一下我吗？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学习？每天来我直播间学习，当你有兴趣了，然后来我工作室，再报我的小班作为学习。刚才这个藏友说你的货如何卖，其实啊，就跟有人结婚说这个收红包，对吧？你收多少红包是决定你给别人多少红包，人家结婚的时候你给人小包小，你放心，你也不会有大的红包。小班联系客服啊，魏老师，还有环子老师。对吧？我现在没有时间开班，因为这个学校也叫我开班，我现在忙过了。因为现在你看，昨天我虽然说这个没直播，但是昨天我比今天还忙。对，在这里啊。北京哪里？北京下个月北京有一场，然后到时候也有鉴定字画的，你可以拿过去。好，可以去当免费司机，没问题，太可以了，我还管饭。说鉴定的时候说存疑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鉴定有三个结果，一个是新的，一个是老的，一个是存疑。15号承德，这个月15号承德。我还偶尔请饭吃海，太棒了。我 A2 本是吧？管饭，管饭加牛肉，没关系，我可以不加牛肉，大家来我这一定给加牛肉。给您学了很多，去别的直播间，去别的拍卖直播间，鉴定别人都被拉黑了。是吗？那人家卖那东西，如果要是什么的话，你要跟人说这东西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人家肯定就不乐意听了。不过呢，咱们到别人直播间呢，尽量也不用多说，是吧？多说人家到时候不乐意听。说今天都放假了，您还直播？这不是我也在玩吗？多开心啊！这不是跟大家聊聊天，对吧？你说我一直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呀？对吧？这个独乐了不如众乐了，大家不是依然很开心吗？北京下个月初吧。乾隆个十百千2.4，我说了，然后把我拉黑了。乾隆2.4，那不是捡漏了吗？对。那乾隆2.4，民谣都
2.4 都买不了特别好的，啊，那属于捡漏啊。啊，天津东西不错。说哪里有漏？睡觉的时候。没有点关注的老师点个关注啊！如果玩古玩，现在要是还想捡漏呢，可能还没有入到行里呢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没想捡漏的心态啊。如果你要想捡漏，肯定上当的就是下一个就是你。对，枕头高点，他做梦做得好，会有漏。嗯。摆在我这安心一点，什么价格摆在那里安心一点。现在信息这么发达，就是买两件踏踏实买两件好东西，嗯，对吧？然后您买的好东西就等于漏了。行家是买一便宜东西叫捡漏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行家都没有买到便宜东西。买一真东西开心的不得了，对吧？你就大家记住一句话，你买到真品了，好东西就真品精品，你已经是捡漏了。我们这边直播间将近200人，这边直播间几百人了，700多人。好吧，然后我在这边呢给大家拿两件这个精品看看，然后呢也可以跟大家聊聊。嗯，我们现在去小号啊，小号的名字叫关谷堂，然后这边700多的这个直播间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，就在抖音里面搜一下关谷堂啊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拍两件啊。这边就先下了啊，拜拜。我是1.85米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来到我这个直播间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小黄车里的藏品，我给大家边讲边聊边拍，好吧？也感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然后呢点击一下关注啊，点击一下关注。好吧，我们先看小黄车的第几件。第几件作品？泥匠来了，泥匠。泥匠这名多好听啊。好像是个女士。女士能啊，泥匠。为什么是女士？就我们光听这名字，我们猜一下，就不用看那个下边，就是这个后边，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名字。18。对呀，什么匠不一般都是。是吗？泥匠，这是大匠的匠齿，嗯。对，匠在那个里边表示是女的。先来11号，可以。价可以谈。可以，价格都是可以的。嚯，你看这名字，老鬼。这家伙这怎么起的，自己起完自己都觉得行吗，叫这个名字。给大家来一个转心瓶。
那么一提到转心瓶呢，我马上就想到乾隆官窑的转心瓶。那当然乾隆官窑的转心瓶一拍那就是千万千万，对吧？我们给大家来一个民国时期仿乾隆的转心瓶，而且是什么呢？迷你版的，做工非常复杂，漂亮。来，我们一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。转心瓶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 ？OK， 漂亮。来，我呀，为了安全，我们来一个垫子。来，烧上去的，复杂吧？我们看看它的腹部转动，而且里边是以这种镂空的形式，里边依然是有一些图案。大家看啊，就是说咱们这个外边这个转心瓶里边是会有图案的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内胆是有图案的啊。那么这个我们看福禄寿，这是佛手，三多多子多福多寿啊，石榴寿桃。再看这个，来一套，漂亮吧？民国时期的转心瓶，尺寸大小非常的精致啊，盈手可握。来，我们再转动它的颈部，再转动它的腹部，再转动它的底座，漂亮吗？来，这个是乾隆仿乾隆珐琅彩的，乾隆年制，年代是民国时期，也就是说民国仿乾隆洋彩转心瓶啊。我们再仔细看里边镂空，里边仔细看是有纹饰的，仔细能看到吗？我给大家再转动，做工相当的讲究。我们看转心瓶的里边是有各种纹饰的。 OK， 民国时期的一个仿乾隆洋彩非常高级的一个，漂亮。 OK， 灵气开始。喜欢的现在可以出价了啊，最少是一 K 一口。喜欢的现在可以出价。河南老师，给一个那个，给一个牌。河南老师，这叫什么呢？对，这个转心瓶呢，就跟我们很多人说戴手表一样，它的寓意叫时来运转，时来运转啊。转心瓶三多纹，石榴、佛手、寿桃，代表着多子多福多寿，而且是以这种黄地洋彩开窗转心瓶的形式来出现啊，这非常的豪横啊。这个真的做工是非常的讲究啊，市场参考价大家都得五万以上吧，买时候很贵。 EW 喜欢的老师最少是 1K 一口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目前是 EW 细路季老师 2W， 而且这个做工你就现在买个新的估计都不便宜，更何况它是民国的，民国细路啊。2W， 太讲究了。这买完了以后可以作为您的
很好的一个藏品来收纳您的保险柜里。2.2 给人感觉就是像乾隆一样。2.5 豪华，富丽堂皇。而且它的特殊性叫什么？转心瓶，做工比普通的应该说难度难的很难很难的，而且像做这种不是说普通人能做到的啊，就是说这种我们称为叫镶嵌，就是它慢慢的镶嵌，一步一步来，它得烧制好几次。原来是3W。就即使是乾隆本朝的转心瓶也得烧制好几次啊，烧里边的内胆，里边内胆都是有纹饰的，烧完内胆画纹饰再烧一次。那么在这里边它如果因为它这个是拿不下来的，大家看是拿不下来的，所以它在坯胎上给它装进去又继续再烧。如果你烧完它那装不进去了，所以呢它还得能装进去，所以它这个做工啊是很讲究复杂的。不是官窑啊，不是官窑，民国的。这要官窑那得民国的多少 W 了，买了一个工艺，漂亮，特殊性，里边还有带纹饰的，底座都能拿下来，仔细看看里边的纹饰，通过我们的镂空，通过镂空，你看这一小孩一个童子，看到了吗？内胆里边，内胆里边，内胆里边画一个五子登科，你看这儿有一个穿蓝衣服的小孩童，这儿有穿一个啊这个颜色衣服的小孩童。英西，你看这又是一小孩，能看到吧？啊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这又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，五子登科，嗯，非常的讲究复杂。怎么画的？哎呀，太复杂了。对，很复杂。嗯，目前3W 啊，喜欢的老师千万不要错过。这是5万以上的。5W 起步的，3.1。买这么一个好东西啊，就是说。作为藏家，作为传家宝，作为收藏，是很有必要的。你就说买一普普通通的，然后你不如买这个一个好的精品特殊的，啊。考虑清楚出价啊，真喜欢的才出价。里边内胆里边画五子登科，外边那种太复杂了。你就说我们这么说吧。就一个民国这种珐琅彩，民国时期小瓶，像这种小瓶就不是转心瓶，你都得给人家个3-5万。而且我买一个比这个瓶子大小不是转心瓶，我就花了快10个了买的。现在还在我这儿了。好，讲一下13号把这先搞定。13号可能。感谢大家，刚三个点多，抓紧时间吧。吴老师，倒计时吗？倒计时，促进吧。吴老师扣个一啊！还有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，工艺很难得。这个东西千万不要错过，精美、特殊、漂亮，而且这个价格也便宜。5万以上的，对，民国现在很多人在收民国细路，而且一个民国细路啊，那都几十个 W， 不是我们想象一个细路几万块钱。吴老师，3.1W 一次，3.1W 两次，我们不跟任何人合作。3.1W 三次，三次就是最后一次了，扣零了啊。好，恭喜
今天就是速战速决。哎呀，这个您上手就知道了，太美了。对，乾隆仿杨采，就是民国仿乾隆杨采的转心瓶，全美品的。漂亮，我也觉得漂亮。没有手续费哦，哎，拍中的就在小黄车付款。好吧。十一号链接，吴老师我已经，改好价格了，您直接去付款就可以啊。好的，也是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，我们下一件是哪件？啊，今天还能领的什么618的红包呢？因为你们要付了，还能那个减呢，左上角。哎，我们这个有专业的发快递的，包装很专业。我们下一件是哪件？啊，就减一块两块，那也是米呀。嗯。十五号可以，十五号，十三号可能有人要了，还有一个号，没有啊，不这个吗？看看一号，哎，一号那个杯子，同志的，同志那个，红杯。勾老师好，季老师，勾老师是吧？没问题。对，七天无理由啊。下一个拍哪个呢？拿个，还拿一个名扬吧。拿一个精彩的。那个银手行吗？银手，对，给大家。拿那个银手。给大家来一好东西，影手，我介绍过，但是没有拍过。影手，你们知道影手是什么吗？我前几天在外地啊，我碰到一个，哇，我说这影手，他说您是行家呀，我说是，啊，我说这叫影手，嗯，不知道吧？戳戳小红心，我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影手，很多人有知道，哇，说暖手宝，差不多。搁手上玩的，脱手机的，没错。那过去有手机吗？来，拿一个乾隆时期的鸿运当头手把件，叫影手。影手是干什么的？您家里别墅榻榻米，包括您的案头，就是干这用的。来，尤其是夏天。在空调屋子里吹，凉凉的，就是它，就是干这用的。明清瓷收藏，找我范海洋，就是干这个的，叫影手。那么它比绣墩儿高级多了，绣墩儿放在地下的，影手是放在桌上案头上的。啊，乾隆时期的窑变釉。军红釉，也这种釉，我们也称为叫狼窑红，啊，脱口垂足狼不留，啊，家有狼窑红，一辈子不受穷，所以一直对这种红给它起很多的好的名字，也有叫，一般咱们家庭里，比如您家里有个榻榻米，您有个大沙发，全是放在这个，尤其是现在的，就现在我在这靠着凉晶晶的。因为空调一吹它更凉，全美品的乾隆时期的叫影手，而且是什么呢？这个叫钱文，就是有钱嘛，钱文，非常漂亮的，老气如新，视为宝，有多么漂亮呢？就是它，漂亮吧？带一些火焰蓝。包括其身的这块
也带一些火焰蓝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典型乾隆时期的狼窑红，啊，漂亮，狼窑红，乾隆时期，嗯，这种我们通过釉光，通过颜色转动一下，很漂亮的一个文房雅器，这种东西算是案头文房用的，啊，那么现在这种都是15万以上的乾隆时期的，15以上的陵寝开始了，我相信很多人。玩到这个路上的，玩到这个路分的，那就是不多见，啊！而且当时我买完这个以后，很多人追着我买，我说我本来就是为了自己玩用的。乾隆时期的民窑，但是窑变它这个釉很好，漂亮，全品相，全品相，前文好50000，开始，嗯，应手就是干这用的。放您的沙发，啊，而且尤其是什么，放您沙发有时候晚，有时候比如中午说休息会儿，您可以当枕头，啊，就是玩意儿，就是放沙发案头的，啊，是玩意儿，好吧？袁老师，你确认出50000吗？确认出5W 吗？这是个民窑，因为我看你每次拍都要问是不是官窑，这个是个民窑，你确认出50000吗？不能做吗？可以做，可以做，特别胎体很厚重，你就随便做，你就500斤的胖子也随便做，因为它胎体很厚，嗯，不回复咱们就领起吧，领起一 K 一口啊，领起，但是大家别冲动啊，嗯，乾隆时期的也叫军红釉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狼窑红，好吧，零起开始。做烂了怎么办？不会做烂了。来3K。你现在买一个乾隆的小盘子、小碗，你得花几万，这个比那高级多了，这才叫摆件，盘子碗。山老师，我们那个零起了又，零起了又。山老师 4K，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，在当时乾隆那个时候能用得起营手，您觉得说是什么人？不是一般人吧？ 6K， 7K，这可不是一般人，地主都10个地主都玩不了这个，又得有钱，还得有文化，还得主要是有品位，地主就光是买地。8K， 那个珊老师，您的那个什么掉了？那个掉了，加一个吧，你肯定好几天没来了。有证书，有证书啊 ,9K。漂亮。美。质量很好。易老师 ,1.5W。你看我们直播间700多人。头一次见到吧。就这么稀缺。就这么稀缺。所以真精稀。真的，乾隆的质量、品相特别好，漂亮，稀缺，头一次见。你说它得有多难、多稀缺呀？嗯，哪代乾隆时期的民窑？珊老师，乾隆时期的民窑红釉，我这个一直留我这儿来的。嗯，我始终我老觉得这个东西，我刚才说15都便宜。就这么好的东西，2.5，迎手怎么写？就是迎接的迎，是吧，方老师？走之，走之点迎接的迎，对，就这迎手，就这样迎手嘛，就这样。
这个营手是档次，是因为他属于按头玩的，按上缸按头玩的，袖墩儿袖墩儿放在地下的，这个是很高级高级的。这个就是谁家有那种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榻榻米。对对对，就可以。家里有小孩给小孩玩榻榻米，讲究的，这是讲究着玩的。目前是2.5W， 哎呀，你们喜欢这出价，你说打这么多我都看不过来了。3W， 怎么刚三呀？一遇见的特殊好东西，大家看不懂了。你700多人了，我说怎么这么多打那些团呢？一遇见这种高档的好东西，大家就不敢出钱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三，连三分之一价钱都没到呢。你就现在买一小乾隆的一个普通的小民窑的一个香炉，就这种红肉了，你没有个3-5万，还别说买好的。3W， 最后老师，咱们别瞎出啊！真你真喜欢的，你就小点口出，你不要瞎出啊。千万。对，拍卖目前是3W， 多漂亮，漂亮。漂亮，而且什么带两道弦纹，其实我们仔细看啊，这是带两道弦纹，就增加了它的美感。3.2。这一道弦纹，这一道弦纹，非常美漂亮，真的是一好玩的东西。你买一个乾隆一个盘子碗，你都得几万，跟这个没法比，全品相。3.2W， 一直在我手里没舍得卖，而且当时买完了以后，人追着我买我这东西。就货主追，货主卖给范老师的货主，货主都追。我说我不卖，就是自己留玩的。当时货主说你卖，我说我不是卖的，就自己玩的，就这样。3.5，山老师，您那个牌掉了，加一个吧。山老师，加一个算您有效。哎，我不能再说了，再说一会儿那个啥了。克，弗兰克来了。是吗？这一看工程款下来了。嗯、哦，山老师加了，好，山老师3.5，一老师晚了一步。3.6。像这个，大家说，10个之内你们都不用犹豫，就买一好玩意儿，你千万不要说。这个值5个，我最多花掉4个吧，不要有这想法。说10个之内我买一玩意儿，值这个价钱，东西是老的。包工难民发货工资难。你看这个前文做的多好啊。3.6W。质量太美了，鸿运当头。3.8。考虑清楚真喜欢的出价啊。如果不懂的老师，刚进直播间的老师，不要着急出啊。3.8。3.9。如果说其他的官窑你买不到，你可能没有什么可遗憾的，因为官窑是标准器，你可能以后花高价还能再买。像这个这么稀缺的，你错过了没有了。我玩了30年古玩，就这个我也头一次见，我也头一次买。我见都头一次见。然后在前段时间我见了一个官窑的这种营手，那
太贵了。粉彩别拍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。真喜欢的，考虑清楚出价啊。这可不是普通的东西。3.9。你看这个十万老师一直在那刷屏，说没有斗彩天字挂美。确实没有，因为太贵了啊，这个确实没有啊，连瓷片都没有。英雄，多少了？目前才3.9。这叫英雄，比秀墩高十个档次。4.1W。有没有直接到我们促进一下吧？考虑清楚出价啊，出价不要冲动啊，要不然明天就来不了了啊。哎呀，这给自己家里孩子玩，给自己玩，手臂非常漂亮，带两道纤纹。山老师晚了，山老师4.6。鸿运当头，全品相太难得了，也叫每个主人都非常爱的。如果不爱惜的，可能就会磕磕碰碰。加100无效。你看现在很多，你看在宫廷里，那个绣它旁边的都是那种大跟枕头似的，那就叫蝇手，就是那个东西。搁您大沙发上，搁哪玩？来，促进吧。山老师扣个一啊。放沙发上自己玩啊，困了以后枕枕，尤其是颈椎不好的，这种硬的过个颈椎挺好的。始终我是自己玩的，今天怎么一不留神拿上来了，我都没觉得。4.6W 一次，4.6W 两次。山老师4.6 4.7， C 老师4.7。不是他这个，你比如你可以这么样这么样放的枕着玩。山老师还加吗？就是一玩意儿嘛，这就是营手，就这样的。 CC 老师扣个一啊。就是你看就这样，明清瓷收藏找我范海岩，哎，就是这样玩的嘛，就是一玩意儿，古玩就是玩的。C 老师4.7W 一次。鸿运当头，全品相。对，夏天坐着很凉。4.7W 两次，如果出价没算你有效，可以打加一口啊。有的可能会吞屏之类的。我现在屋子里就有空调，4.8，有屋子里空调就是那种凉凉的感觉，其实挺好玩的。4.8W 一次，4.8W 两次，4.8W 三次，4.9，我加快速度了啊。4.9W 一次，好东西谁都正常。4.9W 两次，4.9W 三次。山老师还加吗？我要扣零了啊。再等你3秒钟，哎，为什么不加？能告诉我一声吗？你觉得你说贵了或者不喜欢？5W，我还没扣呢。5W，山老师5W一次，5W两次，5W三次。扣零了啊，三次就是最后一次了。
网络有延迟，再等三秒钟。好，恭喜山老师5W，终于买一好东西。恭喜，这个就是自己玩的。你像这种好东西买完了以后，结果又没了。我知道，以后再遇到这个，难上加难。山老师，15号链接我已经改好价格啊，您直接去付款就可以，直接去付款就可以啊。都好玩的，就这么好玩，真的。像这种的，我实际上真的卖完了，这种的很失落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存世量多少，我心里明白。嗯，玩了30年古玩，我头一次见到，头一次买，而且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犹豫，我说要了，就是这样。后来那个原货主想买回去，我说不卖，自己玩的嘛。因为这种单色釉啊，上手看实物比我们现在视频里的好看多了。你像这块带两道弦纹，我得侧光，大家能看到。你如果说你在视频里是不容易看到两道弦纹，很美。大家觉得是不是很便宜？你看，我就在这个镜头看啊，它这个比例拿捏的很准。下一件，看看喜欢哪一个。我们下一个是什么？今天，我的妈呀，900多人了，我都有点感谢，感谢紧张。嗯，感谢大家。那人多，我们拿一个会更好的。人多他乱，就这种鼓的大小比例，你会爱上它的。4号的杯子，我看一下啊。感谢石油，嗯。4号的，就是好的东西，谁都会欣赏。官窑可以，好，看看一个，再看一个非常开门的一件。哎呀，这个有人想那个，这个有人想定了，定了呢，那个尺度想定了呢。这与狼共舞，我说还拿一个明末清初的，嗯，认识多少年了？跟与狼共舞认识有10年了吧？嗯，秋操杯现在没有了，先放着看他要不要。对，就是这件东西，乾隆官窑。好吧，我们拿这个，有人看上了，我们再拿一个官窑，民国官窑，民国官窑。来，首先来说，我们看官窑，要看它的什么呢？器型，官样御瓷，像我们书中叫官样御瓷，
因为官窑它是有一个定样，也就是说它不管是盘子碗还是立件，它的定样一定是非常美，符合我们的黄金分割法，符合我们的审美观啊。因为在清宫造办处它会有一个定样啊。好吧，看看一个民国官窑，你们一看你觉得哇，一定叫你发出一个哇塞的声音，如果不发出哇塞的，那等于算我白说。看看漂亮不漂亮，哇塞吗？我们看这个器身与这俩赤龙耳非常的协调，记住，凡是民国珊瑚红底描金是典型的官窑的纹饰纹印。那么我们镜头再切近点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的赤龙耳跟这个器身非常的协调，而且是以松石以这种珊瑚红底描貔貅花开窗花鸟纹的一个民国官窑。这两个纹饰，记住这个花鸟的纹饰，还有尤其是这个具有特点的是典型民国官窑的这种纹饰纹印底款，一会儿给大家看更好了。那么貔貅花是从雍正时期开始有的，一直作为官窑的纹饰来出现。貔貅花，记住这种貔貅花，也就是这个没有民窑，是雍正时期创烧的，它的寓意也是非常好，什么呢？欣欣向荣，一团锦簇，这么个寓意。那么我把镜头切过来，大家更能觉得哇，官窑的这种精细程度，来，漂亮吧？我们首先来说，看看这花鸟，你看这个鹦鹉画的，是不是写实？我们养过鹦鹉都知道，太写实了，羽毛一丝一丝的，能感觉到它的立体感，包括它的尾，尾边的羽毛，一丝一丝的。安居落叶。另外我们再看看这边这种花卉，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？说花有阴暗，叶有反侧，你看花的里面背面包括它团团包裹的效果。我们再看叶片，这个叶片你看它有阴暗面，包括它的翻转这种效果，对吧？还有这个花，来，有没有感觉到层层叠压，层层包裹里边的小花心，它不是一个几个大花瓣贴上去的，它会有非常好的一个立体感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漂亮吗？这个鸟的动态十足，动态白头富贵，富贵白头，漂亮吧？另外我们再看它开窗这个，记住这种貔貅花是各种花卉各种纹饰都有的，而且是纯金，这是金子。我们记住一个特点，今天所有直播间里面凡是珊瑚红描貔貅花的全是官窑的纹饰，漂亮吧？然后我们再看这两个耳，这两个耳比例恰到好处，而且都是描金的。再看看款式，福寿如意，来，福寿如意，它的写款就跟我们临尺呈祥写款一样的，福寿如意，民国时期的官窑。来，再看看禁足处，这种画的非常的精细，蕉叶纹、回纹和缠枝莲，整个器型拿捏的非常的准确，大小尺寸应该说漂亮，恰到好处。来，大家可以
能够感受到吗？民国官窑，没错，漂亮，全品相，全美品，喜欢人多吗？这算您的条案上一摆，太富贵了。尺寸大小，尺寸大小，我们看看，大约在35公分左右吧，35公分左右 ，OK， 全美品，非常的豪横，富丽堂皇。看看你，把镜头切近点看。放心吧，包老包到带，特别好，而且是全品相。您就考虑这个您喜欢不喜欢和价格的事情啊。你像我这个，我包括我前段时间我的学生来了啊，我这个学生是这个河北的。来了，我说你给你看一好的民国官窑东西，你看漂，他一看太漂亮了，就这样，好吧，非常漂亮的一个，你看，这样，看看背景，怎么样？值得拥有，太漂亮了，放您那条案上，放您那一进门那个案头上，啊，漂亮吗？刚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底，好 ，Q 一超过10位零起配，放心吧，民国官窑，漂亮吗？你看好东西谁都喜欢 ，OK 零起，喜欢的可以出价啊。现在这种市场的是呢，20起，就是20起步的东西。现在这都是20起步的东西。零起1K，最少是1K一口，现在可以出价了啊！考虑清楚出价。全品相。2W。哎呀，你们那120的别整了，多无聊啊，是吧？季老师6W，这是20起步的东西，就在好像应该不是去年，前年，在某拍卖公司，当时我看上一个民国瓶子，起拍价10000块钱，我还说呢，我当时心里说10万只得搞定吧，我连牌都没举。7W。一看20都以上了，我还刚想是不是出两口了，当当当20以上了，后来应该好像拍了30多吧，拍了30多，几万起的一个民国的，拍了30，我当时还觉得，我还说，我说10万之内咱搞定，后来我咬了牙，我说这么着，我个人喜欢15，我说也搞定，还没举牌呢，20都出去了，就是在不是去年的前年。8W 喜欢的老师千万不要错过啊！这是一个民国官窑的立件，大家这样看，漂亮吗？买东西一定买对，干净漂亮。一老师9W，底款等范老师回来给你们看啊，因为大我已经拿不了。9W。10W，对，双耳机就是摆件，这种立件就是摆件。10W，别停啊，各位，这20起步的，20起步的，10.1。
10.1W 10.2 考虑清楚出价啊，提醒一下，考虑清楚出价啊，瞎出要是瞎出的话明天就来不了了。11W 11W 对，别捣乱，真喜欢有实力的可以出啊。民国官窑，而且是个利件儿。季老师，11W 实物比视频里还要好看啊，而且彩保存的非常好，彩保存的非常好。12.8拍卖会的价格都是谁？这种东西，你既然他能拍到那个价格，肯定就是有人出，要不然不会对吧？无缘故拍这么高的。12.8，其实民国的东西就是有不是官窑，他都那个就是价格几十万的、上百万的都有。所以大家阐述一个什么观点？民国小细路，稍微漂亮点儿，就二三十个，就稍微漂亮点儿，啊，过去说十多万还能搞定，现在搞不定。我看一下底。嗯。福寿如意，再看看，修足，看好了吗？二层台，胎质细腻干老。这才叫真正好玩的东西呢。山老师就是您的12.8啊，因为那个下面那老师没有那个牌子，所以说还就是您的12.8。范老师，我粉了你5-6年了。啊，感谢感谢。对，珊瑚无苗金。来，我们再仔细看一下，漂亮。你看这鹦鹉画的。我们来看它整个的这个，来描金，这都是纯金的，普通的不会给你浑身描这么多金，每个做工都是尽善尽美。再看看貔貅花，来再看看貔貅花，各种纹饰，看好了，你看这温润如玉，真的像珊瑚一样。再看看口沿，说白了吧，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喜欢的不得了了。来，我们再看看这耳，你看这个耳，您仔细看这种赤龙耳，它是矾红描金，用金给点上去的。珊瑚啊，金保存的很好。珊瑚红描金，你看这耳做的，我已经放大那倍数了。再看看这口沿的纹饰，来这块的纹饰，这样给大家看，好东西大家得要欣，就是懂得欣赏。貔貅花。交叶纹，这是赏器，装什么东西？是赏器。来，你看这耳做的漂亮，再看看交叶纹，纹纹，你看这个，这都是带什么起线的，突出的口沿处理的惟妙惟肖。所以说什么概念呀？这个精品啊，好的东西自带流量，好的东西自带气场，就是你一看，哇，这东西不俗，漂亮，让我了，承认，拉票，这叫是不是叫拉票？
好吧，促进，我们为了公平，山老师扣个一吧。他是赏气啊，赏气。只有买到这东西，才够提高你的眼力，就觉得你能见到真正好东西，漂亮。12.8W 一次，12.8两次，气型的饱满。12.8三次。这个山穷水尽老师，你得那个啊，加一个那个才行。大家可以跟他说一下，因为我们这可能没法说。扣零了啊。对，你可以现在加，以后下面就可以拍其他的了。恭喜闪老师，太漂亮了，给闪老师省了2000块钱，这太漂亮了。我家对，2.8，这么着，我们刚才看开窗的人，其实你看他侧面。是不是也很美啊？就是没有买到的藏友，你们觉得这东西美不美啊？给山老师点勇敢，给他一赞赏，美不美？漂亮。几号车我看一下。16号，我已经改好价格，12.8。这说明咱每个藏友都有审美观。我已经改好价格了啊。对，这皮球花画的也是每一个皮球花它都纹饰都不一样。好东西就是自带流量，自带豪横。漂亮吧，真的很美，大家欣赏一下。截屏是吧，真的很美。对，值得收藏。你就摆在家里面，你怎么看怎么都漂亮，就是耐看。实际上我的一个学生啊，当时一看哇太漂亮，他就是想要，没好意思说。我说当时我也没说卖，我就是自己说，你看就这个，就我现在这个角度看啊，30多公分太美了。好吧，都是画的，谢谢印的话它不就年份就更晚了吗？肯定是手工画的，所以才难得呀。我们真的，你看我就看这个角度看，哇，耳朵拿捏的准准的，这比例。对，下一个拍那个勺子吧，不是前两天一直说勺子吗？今天我费尽千辛万苦。这么着，头拿这勺子之前，有没有想搂财的？说我这人不好财，不搂财，那就不要买了。好财的，喜欢赚钱的，搂财的就买它。一直。珍藏没漏的一件，就说我在没有拿这个勺子之前，可能你就觉得哇，不是就是一个勺子吗？我会叫您改变您对勺子的认知，你会觉得一个官窑勺子确实漂亮。如果说我这一官窑盘子，我说5W，你会觉得有那么贵吗？您看了您就知道，哇，确实很漂亮。当然说你说哇太贵了也正常，来。改变你对勺子的认知，来，我们看漂亮不漂亮？我把镜头切进了官窑勺子。勺子我能买起吗？差不多。首先来说，我们看这器型，你看线条。非常的美，比我们家里见到它是要大
啊，这是大勺子，漏财的，器型漂亮吧？另外我们看看纹饰，绘画的精湛吧。而且里边用剔金法，颜色它是剔金的，这种叫什么呢？芙蓉花，就是富贵的意思。我们来看看这种蝴蝶长寿，柄上依然有各种，来，如意云头，看到了吗？这叫如意云头。我们来看背面，非常的饱满，饱满，看到了吗？你看那个，然后我们再看背面，漂亮，大清，光绪研制，微微的小枝钉，而且整个器身记着全是满釉的。来，粉彩缠枝莲，漂亮，大清光绪年制，怎么样？您喜欢吗？我们看到这个，是不是能够改变您对于谱、对于勺子的认知？你会觉得太美了，对，很美。在一个圆装的盒子，漂亮，光绪官窑，这不是一般人用的。几个人喜欢？来，漂亮，漏财的。扣一，超过十位牌，漂亮。这个饼厚厚的，扣一肯定超过十位。零几开始？来吧，喜欢的可以出了啊，最少是一 K 一口，真喜欢的可以出啊。轩辕老师两 K， 睡觉老师五 K， 给大家量量尺寸，长度达到了19公分，1W， 长度将近是20公分了啊，19，这么大一大勺漏财的，5W， 小老师1W。买这个特殊的好东西吧，而且带一个原装的老盒子，原装的老盒子收藏。2W， 对，野老师说的对啊，2W， 2.1，漏财，漂亮。考虑清楚啊，真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。这个可能是可以说那个价位相对较低的官窑了，五以内的。实际上我们可以想想啊，它比一盘子玩好玩。有脱彩吗？原装的盒子。没有脱彩。没有，我们可以看。来。F 老师的2.1啊，小柴老师晚了一步。你看这彩，我们经常谈到彩的厚重，你看这个，我们学习一下富贵有多么厚重，再看里边的彩，2.1就停了，厚重，
如意云纹，如意云头，漂亮，整个都是满果肉。它这个实物的形态比咱们视频里展示的要更好。嗯，2.1停了，这不是亏大发了吗？怎么个情况？可以吃水煎蛋吗？你想吃什么都行。勺子啊，而且比普通的勺子要大，漂亮。怎么刚两个多就？那原来是我买贵了。亏点也好，不能每个都赚。对比一下，我们这好像买来干什么？就陈设呀。它比那个咱们那个平时用的那个勺子要大。哎，没有小勺子，主要是。山西有一个人专门收勺子。他有几把百勺子，但是都没这么一把官窑勺子，就在山西太原古玩城2楼。目前2.1啊，我看看有没有勺子。路彩的太美了，它这种弧度的弯的这弧度很美。嗯，好，很好玩。拿个手机比一下。拿个外卖勺子行吗？拿勺子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比一下，要不他们大小啊、来，能比吗？我怕他们觉得说太 low 了。这比外卖勺子还这是吃我们吃外卖的大小尺寸。来，我们看看多大。这是我们经常吃外卖的，来一比就知道多大了。有范老师的证书啊，常用的吃饭的时候，来一比就知道多大了。大致我们能感受一点。好吧，就这么一个概念。好，汤勺应该是它目前是 2.1W 啊，这是陈设用的。有2.1盒有款光绪款，大清光绪年制，这都是5万的东西，大家不懂啊。来了呗，老师说叫你捡一漏吧。F 老师扣个一啊，3万都买不到。矾红款，矾红款，多么稀缺呀、漏财的。945老师给个那个。带一个原装的盒子作为陈设，把玩搂财的嘛，招财的就是。对，是盒子做的极非常的精美。945老师加一个那个出价的得有那个什么才行啊。为什么说勺子是捞财呢？抖搂抖搂啊，咱们吃那个火锅为什么叫豆捞，就都捞啊。这个老行里人就知道说搂财嘛，寓意好啊。对，出价的得那个啊。对，看我们直播演绎老师2.2W 在山西太原古玩城的2楼有专门收藏几百个勺子，他有证书，搂财的，但是都没有这么一个官窑勺子。那他普通的勺子也卖好几千一个呢。嗯，演绎老师2.2W 还有吗？
严一老师扣个一啊。它比一个盘子碗做工复杂，稀缺性，而且寓意也很好，炉材嘛，很好玩的官窑。九四五老师，加个那个。严老师2.2W 一次，2.3W。昆鹏老师得点击左上角。九四五老师晚了一步啊。真喜欢的出价啊，不要冲动，各位，这是光绪官窑。九四五老师再来一口不？还有演艺老师再来一口吗？很便宜啊，目前才2.3。2.4。漏财呀、啊！严毅老师晚了一步啊！严毅老师晚了一步。2.5。严毅老师又晚了一步。比我们普通勺子大啊，你像这就是我们普通的吃饭的小勺，跟它一比，大家能够参考也能多大，这是我们吃饭的小勺。目前是 2.5W 光绪官窑啊，真喜欢的出价啊，真喜欢有实力的老师出价。袁老师扣个一啊，演艺老师还有九四五老师喜欢的别错过啊。这大如云头，多漂亮，如云头。没有佣金，咱们没有佣金。全品项。演艺老师晚了一步，是上面老师出的2.2，上面老师出的2.5，您要出只能再出个2.6啊，演艺老师。蝴蝶，蝴蝶是长寿之意，耄耋之年嘛，长寿。哎，抖音又发券了，漂亮，左上角，漂亮。2.6，这个花叫芙蓉花，就是芙蓉花，就是成都的市花，叫富贵，就是画的多好啊，富贵。严老师扣个一，打个数字一啊。对，芙蓉。严老师2.6W 一次，2.6W，2.7。九四五老师扣个一啊，看来都想漏财呀、啊。说别人的买了可以找范老师鉴定，范老师的买的可以找谁鉴定？你可以送拍卖公司。九四五老师2.7W 一次，2.7W 两次，可以找我。2.7W 三次，对，找白老师。2.8，看来都想漏财啊。其实我更想漏财，因为胡老师扣个一啊。当时我在山西，我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买那种勺子呀，他说漏财呀、啊、我这更明白了。九四五老师还严老师还加吗？真喜欢的出价啊，
出价的别冲动，然后容易纠结的老师也千万别出，容易纠结的啊。涂老师 2.8W 一次 2.8W 两次，上面刚才出20000多的都不加了，这就让人捡出一口给捡上了，这属于捡漏啊。对，真的属于捡漏。 2.8W 三次，漏财。 2.9 2.9W 一次，你看这点做的多好啊，如意。 2.9W 两次，2.9W 三次，拍中的一会儿就小黄车付款啊，然后我就扣零了啊。再等上面老师，再等您3秒钟。那个叫什么老师来的？再等您3秒钟。哎，得涂老师了。涂老师偷塔成功了，涂老师你30000确认要吧？要就算您有效啊，因为您那个偷塔成功了。对，涂老师没问题吧？偷的好，偷塔成功，中文很好。太，你看人家做的，还能这样，就很少能成功的，就偶尔，然后能成一次。很美，这都越看越美。他人家做的这种弧度啊，这种弯度啊，很棒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嗯，带原装的盒子。好，也感谢上面老师啊，老原装的盒子啊，也感谢上面几位老师的支持。啊，谢谢大家。嗯。对，因为你买一特殊性，很少有见到官窑的勺子，对，跟嫁女儿一样，嗯，你嫁好嫁一个好的，那很幸福，那个对吧？那个涂老师17号链接我已经改好价格啊，您直接去付款就行。17号链接我已经改好价格。对，因为估价是一个最低的，你比如我刚才那勺子。你像刚才我评的，我说20起步，啊，那可能30、40、50，包括拍卖公司也说5万起拍，他不是说值5万，他可能能拍到50万，啊，用户老师，感谢您，您那个出3.1是晚了啊，谢谢您支持，啊，对，晚了，然后如果要是他没付的话，到时候您可以按您的价格那个付，就上您的上一口，对，付啊，嗯。如果说这位老师没付，然后呢，我还是按您之前那个价格给您。对，然后到时候我联系您。嗯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。对，因为网络有延迟嘛。对，这也不能怪那个945老师。因为它延迟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勺子这么完整的，这么好玩，好玩主要上手特别好玩。下一件是什么？来，听大家的。来个盘子，12。
不知道拍哪个了。鸡心丸14。看来哪个都有人喜欢。14、12。12，把那大盘子拿来吧。来，非常豪横的一个大盘子，有多豪横啊？一看着就知道，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，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。不信，您来看，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，你会觉得你也会爱上他的。有没有视觉冲击力？喜庆不喜庆？喜庆吗？而且是过之过强，喜庆吗？太美了，道光官窑，漂亮。把镜头切近了，你们会觉得更漂亮了。大清道光年制，漂亮，而且是过墙的，整个非常有视觉的冲击力，好玩吧？好玩，我相信像这种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，因为好东西确实吸眼球。我拿，因为这个直径达到了30多公分，太美了。标准尺寸，记住34公分，我拿一个大架子给架上，好吧？道光官窑，这叫蓝地儿粉彩九陶祝寿盘，全美品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冲动的感觉？对，好东西一定有冲动的感觉。像这个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，我都不用说扣一了，零起。九陶，道光官窑，而且当时还出自文物公司的。这是直接出价了是吗？刚才上面什么11.1是啥？杨公子是12.1W 是吧？还是出价还是啥？是啊，秦老师13W。喜欢的老师现在可以出价啊，青豆老师目前13W，真喜欢有实力的老师出价啊。13W。里面7个外边2个，加起来9个。这还2个桃呢，它叫过枝也叫过墙。过墙嘛。里面画7个，外面画2个，这种画法非常的就是有技巧。整个这盘子画的非常满，盘子中间白色的花卉，不是，它反光啊、哦，反光，你看这是反光，多大这个尺寸？34。
标准尺寸。目前是青豆老师的13W。哎呀，怎么刚十多个呀？有款大清道光年制道光官窑，目前13。漂亮，非常有立体感。我的妈呀，1000多人了，好家伙！一看好东西，谁都愿意看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过枝或者叫过墙。过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穿枝过梗。过墙是里面跟外边的纹饰是互相呼应，里面画7个桃子，外面画2个，加起来9个，这叫过墙啊。一般这种过枝过墙的，在雍正以后才出现的啊，非常好的一个钢14。这是道光官窑，14.1，很有视觉冲击力吧？没开美颜，开啥美颜呢？胡子茬都能看到。市场价多少？您觉得多少？我保守的说，20起步。14.1。哎，它是这个反光。对，它是反光，不是那个。14.1。14.1。我看看。来。好像背后它是之前贴的，还有前面的，看一下款吧，因为那个刚才熊。全品肯定全品。看会儿。这盘子大啊，我慢慢转。绘画的。全品目前14.1。好吧，拍中的都在小黄车里付款啊。来，中间偶尔有一白点儿，它可能是一些小小的微拓彩。来，对，因为老的它就那样嘛，很小，对于这么大的盘子来说，一点点。好吧，我们就是14.1W，刚14.1，最多是一光绪的价格。哪位老师？青豆老师的14.1。青豆老师扣个一啊。14.2。14.2没有那个啥。青豆老师扣个一。怎么才这么点儿？没人出口，就这么一点儿。尺寸34公分。
14.1。现在多少了？14.1。刚14.1。促进一下就有人出了。来。秦老师14.1 W 一次真喜欢的出价啊。他们说咱开的有瘦脸，范老师那个脸往盘子那去去，我看看。没有啊，哪有瘦脸，要瘦脸那不早就那个了，没有。还开瘦脸。14.1 W 两次。14.3。945老师扣个一啊。没有瘦脸，瘦什么脸？945老师14.3 W 一次，14.3 W 两次，就是你们这次说的20的东西，让说的没人出价了都。没事，点个关注，点点赞啊。啊，好的好的，14.3 W 三次，刚14.3，三次，也就是最后一次了。我要扣零了啊！好，小鹏，没有那个啥、啊，扣零了啊！再等大家三秒钟。好，恭喜945老师，刚才那个漏没捡到，捡一个这个。哦，是这位老师，你看这就是给补偿了吗？啥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上次、刚才那位没捡到。好，这个就是说这个都是循环的嘛，啊，那个漏没捡到，这就是一个缘分。大家不容易拍卖的时候不别开玩笑啊，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新。好，接下来啊，这个拍卖的时候不能开玩笑啊，因为尤其是新来直播间的藏友，你这一开玩笑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好吧，咱们接下来咱可以开玩笑。945老师那个，我看几号链接啊，945老师12号链接我已经改好价格啊，您直接去付款就可以。12号链接我已经改好价格，如果要是一下付不了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拆单啊，可以帮你拆单。来，谁说我美颜了？来看看看美颜了吗？咱们又不是指这个颜值吃饭的。不过那天有一个女主播，然后可能开的是那个美颜是瘦脸呀，哎呦，她那盘子变形。就那天在那个管理车直播的时候，那给弄的。她那可能开的是瘦脸是吧？然后就但是这瘦脸她那个。盘子它变形，说白了那盘子也该瘦了。我们什么美颜呀什么这我们从来不开，开它没有用啊，因为你开完的颜色呀方面不真实了。室内的小光盘的拍拍可以没问题。你讲话我用开美颜吗？
从来不开，开它没有用啊。这咱又说白了，本来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再开美颜也变成不了二十多的小伙儿啊，嗯，没有用。我结果开美颜，到时候你找他走在大街上都不认识我了，嗯。哎呀，今天下午拍的都是大件，你说这发货得老费劲了，我赶紧换个小的吧。咱也换小的吧。没错，靠本人吃饭，要什么颜值？不过，这个，真是嘛？说没有便宜点的吗？有点追求好吧？推便宜的不适合收藏。来，平台保真保老保到带，七天无理由。今天肯定是头一天，叫飞熊老师是吧？肯定头一天来我直播间，怎么还问我保老这个事儿呢？就五号吧。有多少年都没人问我这事儿了，必须的。我得先把价格给改了，那天拍的他没那个。再给大家来一好玩的吧。民国官窑，粉彩，英细纹，落款临尺成祥。临尺成祥光解释字面的意思是多子的意思，典型的民国官窑，不用多介绍，开始。1K 一口啊，喜欢的可以出价了，各位，2K。咱们1K 一口，1.1K 是多少啊？3K。五个 W 的东西。1W 全美品，别的直播间都是自动转的，这不是咱们省电吗？对，出价的啊得有一个那个才可以啊，看别人出价都有啥。 1.1W 1.6，易老师晚了一步啊。2W。2.1。真喜欢的老师出价啊，真喜欢有实力的老师出价。2.3。2.5。2.6。对，五万之内能买一个好东西。2.6W。全品项，民国时期的官窑，它就是徐世昌。那么徐世昌的官窑呢，一般我们说有两个落款，第一个是临尺成祥，就是它；第二个是这个靖远堂，也是徐世昌。徐世昌他的别名叫普武，他的号叫水竹村人。2.8。对呀，七天无理由怕啥，最多你就是亏个邮费。全美品。再看一下底。2.8W。
全美品英系纹的杯子，民国官窑，凌迟真香。上面几位老师喜欢的不要错过啊，因为拍中的都在小黄车里付款。2.8，还没到3万呢就停了。是呢。2.8，新野老师，您得那个有那个什么出价才有效，就是这个勺子已经拍完了。司老师2.9啊，您出价无效，新爷，你得有那啥才有效。新爷好。对。哥，你看，新爷一说就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啊，有些人什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一看就是聪明人，聪明人不用多说，马上能明白。新爷已经2.9了啊，您这出的话得3W。就跟两个人这个搭帮做事儿似的，或者一块儿，哎呀，说了半天，就拍一出一个眼神就足以知道怎么回事了。3W。话说回来了，敢称爷的，没有两下子敢称爷吗？真喜欢的出价啊，如果刚进直播间不懂的老师不要着急出啊，真喜欢的出3.1。3.1。上面几位老师，新爷还加吗？ YQ 老师还加吗？实物比咱们视频里展示的更漂亮啊。错过没有机会了。出价没算你有效，可以打加一口啊。目前是3.1W。对，百花不落地，百花不落地，这不用多介绍了，太美了，就是看你的价格了，这都自带流量。有证书啊，有范老师的证书，放心吧。目前是3.1W，3.1就停了吗？这5万的东西啊。好吧，促进，一促进。启峰老师扣个一啊！一促进就有人加了，太美了，毫无争议的美。7976老师，您加一个那个有效。7976老师用户，买东西就得买美的，自己喜欢的啊，然后价值高的。7976老师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别人越争抢的，越争抢的越整门好东西。好，吉祥，大家吉祥。不懂。哎，来，不懂，不懂，大家跟他说一下。点击这儿。对。加一个就可以。纯美毫无争议的。对，现在懂了吗？懂了可以等您一会儿啊，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拍的挺低的。
对，真开门，这好东西开门，而且主要也漂亮。多子多福的寓意。现在是3.1，感谢送的粽子。目前才3.1啊，全美品的音系。这么漂亮，这么稀缺的民国官窑，怎么刚3.多？启峰老师扣个1啊，启峰了老师扣个1。天哪，扣吗？打个数字1就行。如果不抠的话，我就算上一口了。心言，您还在吗？在的话，抠个1啊。那个盘子已经拍完了，已经拍完了。心言，您在的话，抠个1啊。好，心老师3W 一次，考虑清楚出价。如果你要是瞎出的话，明天你肯定是来不了啊。新老师3W 两次，新老师3W 三次，我要扣零了啊！好，恭喜新老师3W。太便宜了，以后也买不到了，我也没有了。对，新老师的，新爷的。对。你剪，新爷剪一漏，太美了。叫这名字就不是一般人。好吧。太合适了，主要漂亮。五号链接我已经改好价格啊，新颜，您直接去付款就行，小黄车里。就是特别漂亮，爱不释手。好，感谢，你看这速度，老速度了，感谢啊，倍儿有面子。哎，这个喝啤酒也行啊。啤酒可以，喝啤酒行，喝白酒这一杯干有点大，这就正好喝啤酒也行。白酒一口有点大。好的，心爷，有证书，这个喝红牛最好。感谢大家，我们继续。来个小的，弄件好的，呵，有点吃亏。再弄个小的，哪个呢？小的，就是盘子碗，大家从我们小黄这里选一件。来个好货，哎呀！好，熊老大，你说哪个好货？14.3，不行，目前。
一号正好干鸡缸杯有吗？没有鸡缸杯，拿一个那个鸡心碗，大家看一下吧。单色釉的，对，一下午也没拍单色釉。嚯，想来个官窑碗泡面。都吃泡面了，还要下官窑碗？皇帝专用的来了，这不是啊，来了。有多漂亮呢？乾隆官窑鸡心碗，非常豪横的一个。怎么称为鸡心碗呢？我们看里边，这是一个乳突，像鸡心一样，这是鼓出来的啊，而且底足微微外撇，微外撇。我们看里边是从壁上边往下弧到井底，弧到这儿啊，这叫鸡心碗，像鸡心一样啊，尖尖的。这种碗呢，在乾隆官窑里是非常高档的一个器型啊。修的啊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漂亮吧？当年自己是乾隆的，自己还是乾隆官窑。全美品，来，这个直径是 14.7， 我看你猜对了吗？来，是吗？我看看啊，也不能那么准吧？哇，你太了解了，哇，太了解了，14.7，你怎么那么懂？15，将近15，嗯，差不多吧，完美，漂亮，大清，乾隆年制，六字青花，篆书款，胎质细腻，干老，这里边是一个这样侧光啊，能看出来乳突，对，突出来的像鸡心一样，胎质细腻干老，这红，太均匀了，我转一圈啊。我能在转的时候我贴一标签，如果不贴一标签，你会感觉到我没在转动，我在转动，全品都是全品，我在转动，看到了吧？如果不贴这个标签，你会觉得我没有转动，对吧？你看我，其实我在转动，就是这么均匀。里边大家看亮青釉，全美品，霁红啊，霁红，自带光芒，没错，太对了，美。你们觉得这么一个碗，现在市场多少？嗯，你们觉得这么一个碗，市场多少？20起步。嚯，买时候很贵很贵了。而且它鸡心的比较少，它还不是说传统的那种说高足的，它是鸡心，鸡心的就是档次也比较高一些。来，10万起步，那是乾隆那要10万起步，那光绪的不得也送了啊？看到了吗？太美了，全美品，质量杠杠的，好吧。25现在拿不下来，这种一直以来就很高的，高兴没劲。我说光绪其他品种就得送了，你说乾隆霁红才10万，那光绪不得送了。这个碗的形非常漂亮，质量也好，一直在我这收藏，在我这收藏应该很长很长时间了，肯定是以年为单位，我是个人非常喜欢。有多少人30个 W 能够接受30以上的？起码30起步的，
有多少人不能说的这么直接，不能接受，我顶不住。哎呀，一般那个时候办了，人家都说可以差不多，然后扣一扣了。这现在人越多了，问了咱们还是接受不了。一辆宝马三系，也是没辙没辙的，没辙。嗯，连这个价接受不了，只能让大家欣赏看着了，很美，太漂亮了，不美在我手里也不会放这么多年。嗯，不亲眼见，真有点不敢蒙。咱们七天无理由的，有啥不敢蒙的，对吧？你买了，你说看着 不一样，看着觉得不行，你拿回来。还是放下边，放下边安全点。哎呦！款写的也好。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弄这种豪横的？有没有大哥？你说想拍一个更贵的还不那个？鹤岗六套房。没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展示一下。如果没有接受30以上，咱就不用了，好吧？别抽啊！别抽过他吗？不行，聊天了，你们这他本来我说这会儿拍个好点的。罐瓶18号，18号拍，18号那个什么节来着？啊，618，喜欢吗？这个机芯碗，要是觉得价格实在高，咱们就换一家，不耽误时间；要不就欣赏欣赏。咱有人发个语音说快乐，以后是天天播吗？嗯，不是。感谢大家这么爱我，那你过来吧，我请你吃饭。罐瓶市场价多少？40啊。你说一句你爱我，你看我马上请你吃饭，多值啊。道光豆台俺都恰丝了都。熊老师，你再不来，我跟你说你可能都没有机会了。是。再等下去就没有机会了。多好的东西。能用，哪有什么重金属啊？以前都哪有啥重金属？换一个便宜的还是怎么着？太漂亮了！哎呦，就这个玩意儿，大家说一定当一个很好的收藏，啊、嗯，真的很漂亮。你们买这种东西不后悔。乾隆官窑全美品，质量非常好的，就说。你真要说想买东西，一定买这路的东西，不后悔。我不会给大家瞎介绍的。对，我照片拍的都没有那么好，实物的话比那个单色上手一定很好。恰什么还是什么？这么着，有能接受30以上的扣一，我看多少。如果能不耽误大家时间。能接受的扣个一啊！对，说确实接受不了也正常。对，这个质量好，就一位，一位还不是咱们团里的。两位还不错，三位，给我点面子吧，你扣一下一吧。行了，跟大家，反正这个以后大家知道什么价位了，
以后慢慢慢慢就能了解什么价格。我说刚才怎么那么多人进来了，刚才那个点击的618上面还主推咱们呢。啊，是吧，不还主推咱们呢，看来刚才突然不是1000多人吗，可能进来看没兴趣又跑了啊，以为还在抢红包呢。这个连夜起牌主要是这哎1234567890够十几个呢，整一个吧，拍一个吧，你不卖不准，你不卖出去对不起官方。这话说的，谁618买个那咋了，咱这才几十个人，都拍100多200多的，那拍一便宜点的吧，整一个，我看到有大户扣一了，都够坚强的。没事，这个是几号，我自己收藏吧。是14号。哎呀，为什么，对啊，咱们这30多的就说吓人了，那直播间都有拍上100万的。下午好，没关系，能接受多少咱就接受，那来下一个，不勉强大家。我还以为今天那个有豪横的。今天30的不拍，要不拍个40的吧。So, 对呀、啊。拍一个啥呢，这里边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特别便宜的了呢。有一个本来想拍那个光绪龙凤碗的，有大哥已经掐完了。光绪的大号的刚。我有光绪官窑一对大花盆，那个都没发货、那个拍的时候只能说仅限北京周边，对，出价自取。拍哪个呢，要不那个蓝靛黄龙的碗，那个那会儿刚拍完一个黄色碗，没有那个，再拿一件吧，看看哪件。要我说，就把那个高速拍这个拍的得了，来拍一个吧。其他的都是那个这个，大家真的有兴趣吗？就这个。开玩笑啊，随便拍。大家给一下力吧，来，你看有几个说拍不动。想拍的您底口能出到多少，社保留价拍一个吧，再不拍时间都过去了，一会儿大哥走了。48。来拍其他的，看没有语气怎么的。真是这。哎呀。来一个小玩意儿吧。黄碗。
蓝电娃娃看看。就这东西多好啊！我跟大家就攒米，实际上应该也买那种这种碗，它是正经东西。这个好，给大家来一个清光绪官窑，出价吧，你看痛快吧。先介绍一下呀，这也得十来个的。清光绪官窑蓝地黄龙二龙赶珠纹小茶园。那么我们对于茶园的概念是直径口径在10公分左右，里边是一条黄龙。那么它这个做工是非常讲究和复杂的，复杂到什么程度？它跟我们经常谈到的斗彩烧制工艺是一样的，先在釉下画好青花作为海水，湿釉1300度高温烧完以后，在釉面上看缺失的纹饰，再用这种黄颜色来填。我们可以侧面，你可以感受到填黄，来能感受到吗？就这个镜头 OK， 它是填黄工艺，能感受到吧？所以填完黄龙，然后在低温750度烧成，它跟斗彩的烧制工艺是一样的，所以这种数量非常少，因为做工复杂嘛。啊，光绪官窑底款大清光绪年制啊，非常的周正，胎质细腻干老，全美品，市场参考价10多个，现在已经出到几个了。目前2W， 喜欢的老师可以出价啊，得有一个那个出价才有效。漂亮。秦华老师3W。这种特殊的品种很少，咬牙也得买下来。3.5。咬牙也得买。这种龙纹呢，小茶园呢，我们知道一个青花的缠枝莲现在是7个，龙纹的就是普通的小碗都是8个以上，像这个都是10个以上的。嗯，级别档次全美品，而且视觉冲击力，就是说当你玩到这种蓝地黄龙的，说明你的档次和路痕已经提高了。6.6， 其中老师 6.6W 啊，真喜欢的老师千万不要错过。6.6。现在6.6刚刚是一半的价钱。7W。嗯。像这种好东西咬牙也得买下来。没有手续费啊。嗯。7W 质量是很好的，来大家再看看质量。7.2。没有啊，没有。7.2拍中的就在小黄车里付款，然后真喜欢的出价。7.5。顺丰快递啊。8W。真喜欢有实力的老师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件啊。其实光绪很少见这个品种的。我们直播间现在这么多人对吧，可能99%的人都头一次见。8W。喜欢的老师千万不要错过，别停啊，这得十几个的东西呢。而且蟹块也写得好，来。外老师得加一个那个才出价才有效啊。实际上我这个字啊，在拍卖公司早的时候征集，我就没有征集。8W。买一件好东西吧。8.2。真的，我真心的说，就像我们直播间喜欢收藏官窑的，像这种少见特殊的品种，而且要全美品的，你在
十个之内你随便买，现在市场上十多个啊，但是你在十个之内都属于捡漏，不要买一些普通的，买就买这种，说白了吧，买就一件是一件。8.5W 多好啊！茶园不是盖碗，因为这个就是书上都有。哎，那本书上应该有这个，范老师有。上次江西 C 公司那个吧，还是说那个？不是，就那个故宫出的那本书上，当时好像拿出来之后，有那个什么道光、有光绪、乾隆都有。来，我给大家找这本书就知道了。中间是，这个没有来源，这个没有来源，但是东西你放心啊。有证书，有范老师的证书。先给大家翻书，哪本书啊？故宫同款。就是故宫这本书，对吧？来，看看啊。嘎嘎开门。其实刚才有好几个出价的，可能也都是行里人，说实话，因为我都有点印象，对，就出自关谷堂，所以大家放心啊，东西新老品相都可以放心。来，看到了吗？不送书啊，这种应该从康熙就有吧？对，康熙、道宣、光绪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宣统。这边是光绪，看看，歇会儿，看看歇会儿吗？这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，几乎是一样啊。反正就是同样纹饰，同样的器型，同样大小，我们再看同款里边的纹饰，看看这个纹饰，这样看啊，然后看。再看外边的纹饰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吧？故宫同款哦，目前才8.5。好吧，就是哪本书啊？就是这本书。他从康熙一直开始有，来，好吧，就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连十都不上呢？8.5。如果说这书现在应该也是不便宜啊，这么着能够到十以上的我送你们一本书。你像这书贵啊，这书都2万多一本，这是1万多一本，就刚才这本书能够十以上我送你们一本，好吗？在家学习。
这书这本没有那么贵啊，这本书没有那么贵。目前8.5还有吗？这个价钱不送书啊？对。就是这个价钱，假设成交了，肯不送书啊。范老师出汗了。啊，到几只？出8.6的得加个那个才有效啊。8.6。啊，不是8.5，我是情绪稳定，内心急呀、啊，刚8个多，啊，刚现在多少？8.5。上面几位老师，别错过呀！8.6，对，7天无理由。嗯，7天无理由，就这个价，俩7天都无理由，我都等您，我可以等您半个月，就刚才这个价。半个月都无理由退。8.6，这么好的一个，怎么大家是看不懂还是说不喜欢呢？好吧，来大家来看看吧，来，包了没有钱。8.7，有没有8.8的倒计时？就8.8，倒计时。8.7还有吗？呵，你多亏没拍那个红碗，全是穷哥们儿。你说这要拍那红碗？好，促进，促进吧。差一间不出了。多美呀、啊，漂亮。依依老师，扣个一啊。是一老师，哪位老师扣点一？哦，这下面有个人出了一口8.8。8.8，好吧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又少亏一点。委托出价8.8。对，又少亏一点。10万之内都是漏啊。倒计时了啊。倒计时开始。8.8W 一次。8.8W 两次。8.8W。3次，扣零了啊！那个得加这个，好，恭喜！我在这给他打一个6041，8.8解漏。
简乐，简乐，简乐。我其实我不跟大家开玩笑，就这个现在，除了我这只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如果说谁要有十个之内，您联系我，我肯定买。十个之内您联系我，除了我这只啊，因为现在你说卖我十，我肯定不平衡。如果说您手里有这个跟这一样，十个之内您联系我，我肯定买。嗯，好吧，聊天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也不聊天了。嗯，不是聊天可以，聊天我就不紧张了。哎，聊天不紧张，可以聊天吧。现在你再说新的，纯新的，毫无争议的心，现在在开玩笑，拍卖时候不能开玩笑，因为你拍卖时候也开玩笑啊，人新来直播间的就认为是真的呢。你看一聊天心情就不一样了吧。嗯，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心啊。好，这个感谢大家，没有关注的点击关注。说唠唠汗啊，刚才事实出来了，你看那手心现在汗也没了，你看大家看手心汗，刚才紧张的手心汗没了吧，是吧。范老师我爱你，感谢。你爱我过来吧，我来请你吃饭。你说请人家吃一顿饭就这么容易，只要说一句爱我。哎呀，你爱我那我也一块儿请你。嗯，说爱死我了，那我请你吃海鲜，请别人吃炒菜。好，可以带去看预展，我过两天可以在预展时候做直播给大家看看。哇，你想吃米其林那太贵了吧。我们得攒多少碗拉面才能请你吃一米其林呢？啊，呵，还真会点米其林，我想都没想过，关键我都没去过。这有一个老师在说，请教一下范老师，粉彩灵芝花款算官窑吗？有制式是官窑制式，就是款式有点特殊，也查不到相关。那你得看他修足，如果他的修足还有纹饰。达到了官窑，那就是官窑。如果说光有一个灵芝款，它的修足修胎或者它的纹饰纹样达不到官窑，那也没有用啊。就说如果它的官窑的制式达到了，你像这个假设就不带款，它也是官窑。它可能不带款是忘写了或者漏写了，但是它所有的制式已经达到了，它也是官窑，对吧？啊，就好比说，我今天穿这衣服，我叫范海洋；明天我穿一其他的衣服，也叫范海洋。它的制式达到了，对吧？我们不要因为光有款式、光有花押，你包括晚清官窑有一种花押叫什么呢？一支笔，一个金锭，一个如意，必定如意，那是铜制官窑。啊，但是他的制式得达到了，理解吧？就是你制式达不到，光有款也没有用。嗯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明清瓷收藏找我范海洋，我会每天给大家讲更多的官窑明清瓷的知识。以后我们大家
慢慢学，慢慢熏陶，自然也就懂官窑了。就是一个知识。为什么我看书啊？你像这种书，来，你像这种书，《中国清代官窑官件御瓷》，明代这种官窑，看到了，这是官，它的知识也达到了。OK， 清代官窑啊，就是它的知识得达到了。包括再给大家看看这边。你看，故宫的书，包括这边，包括这边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他的知识清代雍正制宣统官窑瓷器，就是大家都看书。那好了，那么给大家看这么多，就说呢，就说什么意思呢？你得要读书，你得要懂得官窑的知识啊。就说我为什么说这是官窑，就是因为我看的书脑子这个知识多。那你要连一本书都没看过，或者你连一个官窑你都不知道，那明显的对吧，是真的官窑你也不知道。有的人说鉴定一个图片花几百块钱，这书都很贵的，你没点眼力没点知识你怎么给人鉴定？可是每个眼力每个知识都是用米来堆出来的，对吧？所以我有眼，就是懂眼力，学了很多知识，我就瞬间就告诉大家东西对与不对，大家只是说相信我就可以了。你像这书，刚才说我说两万一本，两万你现在都买不到，这书一万多一本你都买不到，因为你不买这些书你就学不到这些知识。假设你想说鉴定，那你不上我的工作室，不做我的小班学生，你就还是一塌糊涂迷迷瞪瞪的，都是要投入和付出的，对吧？这话没毛病吧？说8.8的怎么下架了？不是，他说他刚才那工客服说他出了8.8，但是我没看见。然后是这个有客服里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帮我出一下，我要上高速了。然后我就说委托这个8.8，然后他也出了，这个也出了，然后我就算他有效，我没看到这个龚老师有效。哦，没事。但是如果说当时龚老师要是出的话，那别人可能也会提醒说下面有人出价，反正他有可能是吞平了，我觉得。对，第一我们确实没看到啊，就是您截屏是您那儿可能有，我们这是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您不要客气啊。如果说呢，我们这位藏友他要是不要，肯定是给您按您的价格啊，这点您放心吧，因为作为我们来讲一定是公平公正的啊，这点您放心啊。首先是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，好吧。对，
就是没看见，当时我是看到您截图了，但是我当时没看见。嗯、没事，如果说，下次你买东西，下次你买东西，我会给您送一个礼物的，好吧？您包括我送过礼物，或者说送我们这一个专用的盘子支架，因为我们都是定制的，或者送其他一些小礼物，没有问题。我会给您，这个一个小小的误会，或者说一个小小的失误，我会给您找一平衡的。您放心吧，我这人做事也是非常讲究有理有面的人。嗯，好吧，确实没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肯定还继续往下，他有可能还得加，就是肯定就不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以为您后悔了，不会。不，我跟你说。别说就这个，我亏那个几个都我都不会后悔的，因为这种东西，那你后悔那不买人那还行，嗯，那不会的，那做事哪能这么做呀，嗯，说亏了钱，我们以后再努力去赚钱。但是如果信誉度亏了，那就不行了，那你在人心目中没有地位啊。这就是我经常做人做事说的，说你可以目前来讲没有米，但是你做人做事到位，你会有以后无限个好的可能。如果你现在兜里没有米，你办事再不讲究，以后估计也就没有米了，对吧？说我们现在兜里没米，你做事讲究，每天在努力，以后一定有好日子的可能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就先下播了，祝大家晚餐愉快。好的，没事，工，待会我会随时跟您，嗯。好，没点关注的老师点个关注啊！对，一定是信誉第一。嗯，对，然后今天就到这，拜拜。